如果你还想带着那个指挥官离开这里，就和我做个交易吧，升格者。我想追上那些忙碌的背影，站在和你们相同的位置，踏进你们舍弃生命也要追寻的星空。 时间没见了吧，活到一点都没感到高兴就是。 你好，我的名字是赛琳娜，请问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？ 灰鸦小队，李再次报道。我回来了，我们对彼此已经足够熟悉，就跳过这些繁文缛节，直接进入正题吧，指挥官。你好，指挥官，再次向你自我介绍，我叫诺安，这是我真正的名字，请多指教。 想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？我一直以来都是全力以赴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